今日是第三十届全国皇帝点开学平日，主题是开学宝典三十年，利国利民保健康。前两日，企业建国、企业疾控中心、省养养集团双头有限公司、企业方委学会、企业东协学健康教育指导中心等单位联合，走进社区，开展主题双汤咨询服务，普及开学界宝典知识。没错。即场皇帝点开学病知识普及活动，到孝江广学社区文化广场举办。市民林先生就到江浙南湾的简桂堂了解了相关知识。地在汕头虽是海滨城市，河蟹海顶是长岛上的常客，但海产品含可被人体吸收的碘元素有少，并不足以达到预防点开学病的需要。虽然说汕头作为临海城市，但是也还是存在着这一个碘缺乏症的这样的一个可能。在这里呢，我也了解到了在烹饪的时候要适当的加入一些碘盐，然后尤其是在就是菜快要装盘的时候可以加一些碘盐进去，这样子才能够保证到我们身体对于碘的一个吸收和这个摄入。活动还组织部分学校师生家长了解开学宝典知识。像我们现在这种年龄段，对碘的摄入是很重要，有利于我们的大脑生长发育。那在此后的生活中，我也会多去向身边的人，让他们去了解关于碘方面的这个知识。缺乏碘元素不仅会影响我们的生长、身心发育，还会影响我们的智力的发育。就碘元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微量元素，以后在家的话也会多跟家里人多说一说碘的重要性，多说一下预防缺乏碘疾病的方法。到现场，江浙南湾还讲过了辨别碘盐的相关技巧。粤盐它这个包装是整片起来的，就没有折线，粤盐标志就比较整齐，有那个扫码。一包一个码，就是说现在那个溯源，就真假就很容易辨别。碘是人体新陈代谢甲生长发育必不可少的微量营养素。有研究就表明，食用碘盐是预防碘开发病最抗碘换创有效的方式。平常呢，吃这个海鲜啊、海带啊、紫菜啊，有含有适量的碘。但这远远不能够满足我们人体的需要。正常情况下，碘元素在我们体内新陈代谢的话，三个月内就会被消耗完。所以我们要平常的要适当的食用添加碘盐的那个盐，来补充我们人体的不足。在没有明确医生检查的情况跟建议下，大家还是要坚持补碘的。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推荐。成人每日的碘摄入量为150到300每克，妊娠妇女、哺乳妇女和婴幼儿等人群是补碘的特殊人群。儿童、青少年和器官生长发育慢，碘消耗有在，也应适当补碘。近几年，我们从这个居民饮用水这个水碘监测这方面就显示，我们全市七个区。基本上这个水碘的那个水平在全国都算较低的。从这个重点人群、孕妇还有那个儿童这个尿碘监测中，也是发现有一些问题。基本上监测之后，这个尿碘水平中位数还是偏低。据介绍，目前广东省碘盐的浓度为每克盐含碘25每克。安华省日均能摄入盐量八克以上，每人每日摄碘量为500每克。如果在卡度平挑约20%的损失，实际摄入量约760每克，未造成碘过量。如甲亢等特殊人群，即着到卫生的指导而控碘。接落来，华企将正式落实开学补碘措施。加大普及力度，提高市民对碘开发病危害的认识。汕头是座温暖有爱的城市，因为互助的暖心事每日隆隆发生。
再话，由于后天路高，质量有前面到尖沙路顶去剥落去受伤，好的，附近嘅热心群众及志愿者及时出手，愿意帮助。再过三点外，一男一女六个后生人驾乘一只电动摩托车，经过市区金沙路金沙公园附近的时候，就将车拨落去。两人撞对隔离人头前的标识杆后，倒地受伤。附近有热心群众警员，慢慢上转去查看。看到只去拨落去的人啊，无弄地界话就无去上地界，等时间就失救。等消防拨来，慢慢等时间就回去了。这车就放一半呀，一半全部撞啊，学严重。关键这个行子，我们全部慢慢是慢慢回来。我有个打我那，你最后前无去也是对半未听就问，前无去对半未听就该有来伤，慢慢就出来伤快。而此当时，此二十二岁志愿者林香花闷声后，也慢慢走上前为受伤的两人检查及包扎伤口。开摩托车的男青年，他伤得比较重一点，胸口部位也有一个碰撞的一个伤，还有一个脚，一个脚扭伤也特别严重。女的她坐在后面，她有前面的男青年给她挡着，她受伤就不那么严重，首先就对她胸口出血部位进行一个消毒，包括一个创伤的一个包扎。还有那个脚我就给他检查一下，然后给他固定一个包扎，以后叫他去医院拍片。摩托有误，再过五点过，又有两只摩托车随后导致个地方车翻落去，当时人也不但听到受伤。因为也是路滑，然后一辆小车在正常行驶过程中，后面为了避让，那后面呢来不及刹车就倒下就有两宗，一个就比较老一点的一对夫妇，还有一对母女，同时两辆摩托车都是因为紧急刹车而滑倒。老娘我很东西拔了，搞我吞掉个，我给吞掉个镜，对不对？有块声响在，我也是当了，慢慢扶起来。阿伯一再爬起来，阿老孙两个无兵爬得唔猛，攞两下扶起来，扶起来咯，咁就走。随后，林香花也为小姐进行了检测包扎。年轻的母女就幸好是没有大碍，老一点的那一对夫妇，他就比较伤情就比较严重，包括右手右脚，都摔伤。都磨破伤，我们就和几位市民，同时就进行对他们进行一个救护，把他们四人扶起来以后，年轻的母女就没事就走了，然后老的一对，我就给他做一个创伤包扎。据介绍，该路段不时发生事故，林香花也提醒广大市民，日常出行，尤其是后天，务必时刻注意安全。经常在这栋地方就会发生这种碰撞，包括隔离栏，还有一个就是说下雨天呢，路特别滑，视线也不好，在这里要提醒市民，在行驶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安全。尽量减速，不要开得太快，集中注意力去开车，佩戴头盔。上一明早八点半左右，市区南海环路发生一起小汽车和大巴车碰撞的事故，并引发小汽车冒烟起火。紧急时刻，大巴车顶的养鱼家长和司机、导游和附近的乡亲下落点开扑救，将火车扑灭到明的状态，避免引发严重后果。事发到南海环路海若花园北区大门对面路段，明早记者到现场探究，路面顶端仍可见当时灭火残留的钢筋。目击者赵能时答，当时幼儿园老师、幼儿还有家长和导游共三十多人已经上车，准备出发开展户外活动。就将嘣的叫一声，一只小汽车对尾撞对大巴车，随后小汽车车头冒出滚滚浓烟。当时我是坐车顶个，这个时候呢，我已经想要出发个了啊，就嘣的着，就司机伊就可能先落去躺，然后呢伊就叫导游落去，
这时候导游就倒转起来车顶上爱捡去灭火灯，有一个家长听到伊就答：“我落去，我落去烧火。”钓两时弹，当时一个幼稚家长甲导游点开扑救，但浪烟滚滚，之后还可见明火。幼稚园个加值员工惊撞后，即使无数组织幼稚甲家长落车避险。有热心市民拍摄个手机视频显示，当时小汽车甲大巴车发生对尾碰撞，小汽车全部严重变形，后面小汽车组长冒出滚滚浪烟并起火。落个大雾，小沙却灭火灯直落扑救，但一时间无兵将火扑灭。伊人慢慢冲去附近扑灭，却来灭火灯继续扑救。其中一个大雾看着灭火灯劈落去，向车个底部喷干粉灭火。你这时候又走去对面商铺，捡了加一支灭火灯。你个是对准车北下去灭火个，就是因滴伊劈落去灭火，所以才变及时阻止只车再烧起来。灭火灯的时候会吸灯，还是没有的，就是及时把个火扑灭，之后导未导致到怎啊，只车去烧起来，未导致到二次灾害的发生。随后，大巴车到热心人个指挥下，紧急驶离危险地段。事故的具体原因尚待进一步调查。因为大家紧急处置的当，既扑灭了火灾，又确保车顶难关的瓦窗。五九突击的事件呢，无紧张，无慌。如果当时也是好紧张的情况下，车顶全部是闹惊。如果一个紧张，两人紧张，全部大人通头做用的话，但是闹惊就又是会发生事故。直到市民叶先生开车经过市区金平工业区的时候，半路明灯裸露的钢筋击破了一粒龙头，非常无奈。伊就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对破损的路面尽快修复，避免其他车辆甲行人动脚。事发地点在金平工业区金星澳路往入厂区的一条枯干路顶边，现场可以看到路面破损不堪，多条钢筋裸露，其他一条枪一直歪。只讲个地位，因啲伊只个路面地位是其实直啲靠古龙部来处理啊。经常大车出入了，主地主家，到底哪伊只个钢筋就可以挂路个。叶先生答：日头点半左右，伊开车想转去公司，往入只个路口的时候，突然听到爆破的声音，之后车头不停的有水捞出来，下车之后才发现是钢筋突破车壳。又撑破了后水水壶，这让叶先生躺落去后，计心急作直弯。事发后，叶先生找来单板，将裸露的钢筋围紧。头栽有单簧板吧，直接就啊搞搞个呀个后水水壶可以包个，包个自然话再直通到我了。有车窿，到底那做在含了有车窿做在可以包个。了汤炸的位置是，这么是无边叮当先硬拖出来，拖出来之后，往住上桥过来炸落个，因为直接个车流量也是粗在，好过就个淹没掉。据叶先生介绍，好多当时伊个车速并未慢，后者后果可能更严重。如今个地方路面破损已经好久，直到落雨天，竟成了积水点。只说钢筋裸露到顶边，影响通行蛮大，还存在好大个安全隐患。叶先生就希望相关部门能尽快对破损的路面进行修复，避免更多人动脚。落山泥、瓜泥哦，我也从来唔捌来处理过。了，伊落好地方，看淹水，钢筋来个割掉，一个路花时就来铺完啦。希望咱政府关部门咱慢慢来，咁咪来铺。铺好，包括这个下水流沙做在来个清通了，个人有管的个。因为我们是领普通的海盐市，我爱了。每年拢有不少新人上岛，我们二十号正式登记结婚。今年个我们二十号吸红招纳，为满足新人会结婚领证的需求，我是个婚姻登记机关为爱情不放假，将招商为市民朋友提供婚姻登记服务。五月二十号，因为五二零普通话海音我爱您，不少新人为此双独独自日登记结婚，见证美好爱情甲幸福婚姻。今年五月二十号，恰逢星期六，
到这个每好的日子里，我只跟婚姻登记机关招生服务，直去见证新人携手走进婚姻台灯的幸福时刻。每年的520这一天，会有很多准新人选择在这样一个寓意美好的日子里登记结婚。为满足群众需求，响应上级号召，我们增加了预约量供群众预约，届时我们也会增派人手服务群众，践行民政为民的理念。根据上级有关要求，汕头市婚姻登记自2020年2月起全面实行网上预约登记、婚事等办理登记制度，当事人至少要提前一日预约，和预约15日来的后案，每日办好时间为每早8:30。市民和登录广东省婚姻登记网上预约系统，按照指引预约婚姻登记服务，也可关注广东民政、汕头民政、汕头幸福通微信公众号预约，或登录或省市微信小程序，点击配事栏码，进入南省市婚姻进行预约。要注意的是，市民要按预约时间前往办理登记，如需变更预约时间，要先取消原预约记录后重新预约。如多次预约未办理或提前取消的，系统将自动限制预约。为满足市民需求，今年5月20日的婚姻登记预约量也适当增加。因为我们是提前15天放号的，所以在5月5日那天已经基本上已经是满的，但是因为群众的非常想在那一天登记，我们也适时增加了预约量来满足群众。届时呢，我们现场会增派一些人手，比如志愿者到现场对为群众进行服务。到5月20日这个难忘喜庆的日子里，我市各婚姻登记机关将举办不同形式的为爱互捧活动。经平区、莲湖区将举办婚灾、行灾健康检测双方活动。天海区将举办如何将你爱的人爱上你，转对婚灾辅导工作。朝阳区、朝南区则举行集体颁证仪式，让新婚的年轻人感受婚姻的神圣和庄重，并因此铭记主讲婚姻家庭的责任和担当。在这呼吁广大群众理性看待婚姻登记，幸福婚姻需要夫妻二人相互扶持共同经营，请结合自身实际错峰预约办理，避免扎堆登记。同时我们也倡导移风易俗，婚事简办新办，做文明新风的进行者，祝福大家婚姻幸福，喜乐相随。依故事台历史，1957年五月十五号，赵家首次进京演出；到1959年十月，赵家再次赴京演出。从此，只闻古老界地方剧种开始进入金石十年界发展繁荣时期。1957年五月十五号，赴北京演出界广东省赵家团到东南海怀仁等演出赵家烧天火。毛泽东、周恩来等当家各界领导人共同了演出，并登台甲演员亲切握手合影。赵家古老的腔调甲古朴典雅的表演，让不少艺术家感到惊奇，社会反响热烈。姚双秋更是因为到烧天火上界出席表演，获得了文化界的好评。1959年十月，广东赵匡衡家赴京汇报演出团。参加新中国成立10周年享乐演出，演出了新片历史剧目《四能照》，刘少奇、赵恩来、董必武、宋庆龄、何龄等当家各界领导人共同了演出，并亲切致敬了演员。到北京成功演出之后，广东赵家宴演出团队还随后到南京、上海、杭州和南昌等地巡演，引发广泛关注，对赵家的发展影响深远。详情可关注今晚8点汕头电视台经济生活频道播出的《汕头故事》。相信不少人拢试过网贷推销电话，问到他较需要资金周转，这个时候大家能做着多留个心眼。最近浙江绍兴警方破获一起令人望窗想不到套路大案件，网贷暗藏最终竟然构成500万。26岁的张女士沉迷网络赌博，
初次向对方借款五千元，我就要想开，每日利息300元，下个利息即在500元提在卡多，实际交超近3500元。我日期间小笔借款可咩做交期？要能使无力想开，就要向对方提出以相当形式借款。对方向张能时推荐所谓过桥借款，即借款值万元，交超只有五千元，并且要求当日借、次日开、24小时还款值万元。第二次过桥借款的时候，对方要求张能时发生超提先控证的借款视频及裸照，才能成功借款。做之前哟，张能时直步步陷入套路之中。世界过的时间，以所签借条高达550万元，卡得砍头石，实质高超价900万元。这笔钱也主要用于填补最初借款5000元所生的巨账。从法律上来谈，套路大根本抵不过司法之天。最高法的司法改成明确，只要第三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%，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。即交利贷本金及法定利息受法律保护，超过法定的交息利息部分不受法律保护。据改善，要能使借款的年利率超过5%。事实上，2019年4月，到全国首席判决统筹协调会，最高法就会同最高检、公安部、司法部联合印发了关于办理套路贷刑事案件日更众多的意见。正直部明确了套路贷与民间借贷的区别等。近年来，各地也提出开展打击套路贷专项行动，直破犯罪团伙被打掉，不法分子受到了法律严惩。最惨的是，套路贷容易重蹈，到现在的案例来看，有受害者被要洗借款800元，最后被失去了直套别墅。有的受害者只有直财900元，直鸟供出高达190万元的债务。有的不法团伙向全国7.4万余名受害人实施诈骗，多次组织实施敲诈勒索、催收非法债务等违法犯罪行为，造成多人离婚离职甚至自杀。因此，要打击套路贷，我就从源头上抓起。如今套路贷的陷阱不少，花古好强嘅引力社，有关责任部门应加强对公正嘅监视教育，曝光不法分子嘅诈骗手段，警惕嘅防范套路贷。同时，要从根本上遏制套路贷，防着跳楼拍击犯罪团伙。